现在呢，随着这个导游呢去逛古城呢，逛古城刚才呢到地下那个室，上一站呢就是看那个大理的那个介绍之类东西了，反正我也随便拍了一些录像。啊，现在就随着我的镜头去看一看吧，那这个古城，好，还有一些。带的看那些建筑物了哈，因为现在中国现在全部城市都是高楼大厦了哈，看的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哎，反正这些东西反而好看呢。看那些虽然是眼花缭乱，但是也是看一看，两边都是商铺、商业街，哎，你看我们那个。这个导游呢就是这里的导游啊，我们在车上看那个导游就是带我们的团的，看看他有什么美食现在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吃的东西了，那个牛肉这东西了，还有那个猪大肠，你好，以前呢好像十年前呢我也去过那个什么湖南的什么地方啊，张家界那边，那个有个地方也是古城啊，现在看那个古城，认真去看一看咯，记录一下这个古城。哦，这些以前少数民族住的地方啊，挺好的其实。今天呢再说一下啊，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啊，其实它这里的一年四季啊都是比较好一点的，一年四季。哎呦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，一看就看见这个建筑，那广州那边也有一些建筑也差不多跟这里各有特色了，现在这个地方。昨天晚上我也到那个什么楚雄市那个夜市那里去看啊，也是晚上逛逛街，那晚上呢就是看灯火了啊，就现在白天的，那个就挺好看的，那个哦，这吃东西都是特别不一样。哦，这里有个麦当劳啊，这在古城有个麦当劳啊，那个是吧？叫麦当劳啊，很会选地方啊，真的，很会选地方。人就多，但是凉爽。要是太热的话呢，那就真的走起路来都不方便了。还有一个中国工商银行，真的是古城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这个是中国工商银行。好，这里是十字路口的啊，十字路口。然后我要看看他们转哪个方向。因为我们不是自由行吗？我们要是跟着团一起的嘛。哎呦，一批人又来了。我一边走一边拍吧，我又要看着那个导游在哪里了，因为人太多嘛，你要是在这里走失了的话，哎，很难找到大部队的，因为人都不认识嘛，我们这个团的人嘛，所以那个，所以你能够边看边说咯啊，好了。言归正传啊，看看一些，哎呀，柳树啊，这里我，哎呦，这还有水啊，我一见到水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鱼啊，里面有鱼，你看人，
这里的人很会做生意了吧，这里有点了。新华书店。两边看一看两边的建筑。你要吃什么？我也是慢慢看。悠闲嘛，五一假期嘛，真的很少是五一长假出去旅游的，我也知道人山人海的。你要是到那个什么北京长城那地方啊，那更多了，更多人的。当地的民族的服饰。看一下，等一下看有你喜欢的，我帮你买吧。用针线，有个纪念嘛。你看现在很多那些纪念品的，这里的，但是到哪里都差不多。我原来这么工艺品，这工艺品，哎，我这个地方先看看。我也顾着看，都看路。你看看先，又合适的。我带你们大家去看看古城，我自己也要两只眼睛到处看，这里看那里看。我希望很多都是以前的楼房哦，而不是现在新盖的了。现在新盖起来的就没啥意思了。所以我主要是看看那些建筑的木头啊，你从看木头就知道它那年份哦。反正旅游景点嘛，都这样的了，云南这些地方，大家都是很怀旧的，看看以前的，那就年代，久远的年代，古代几百年前那些建筑是怎么样的风格的。我觉得以前的挺好的。那是大理古城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比那个济南上面还要高。啊，这个比济南上面在哎呦，这个什么花这个东西。哎呦，哎，五华楼，哎，五华楼，我看看。这五华楼，我看看这五华楼，哦，好，棒极了。这个牛肉干了。看看我的烤炉在什么地方讲，他还在那里讲解呢。一般人就在这里拍拍照了，旅游嘛就是拍拍这个照嘛。哎，我也在这里拍拍照。哎，我也是想在这里拍拍照了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我拍录像看看。哎，耶。招待当时，这个建筑风格很好。慢点啊！好了，我转个头来先。哎，你看人太多了，人很多是吧？我特别的多。边走边看着他们。好了，把镜头放在前，好，继续的去看。好，大理啊，这上面的只是大理。人多不多啊？很多了，都挺沉沉的这个。国民党选人下个月会。哇！啊，有点疯了。很凉爽。哇！你要是
自驾游自己游的话呢，可能我会在这里呢走个一天，但你跟着团来说呢，啊，就那么个一个小时左右吧。这个牌子这儿，啊，肯定有漏看一些东西的，但都是大概吧，大同小异吧。啊，跟团有跟团的好，省钱嘛，省钱省心啊，跟着团走就是这样的。那这来，自己来的时候呢，你要坐飞机，然后你要坐车。来来来，去那里，快！走得好慢，这个重新打过。对，这个后面这个刚才那个楼啊，那个城楼的地方。哦。在里面我们一会儿。啊，吃的东西可真的多了。因为大理的艺术细胞中心有七项东西，你看错了。整个长沙呢，十几座山，十八点。这次来这个云南呢，啊，今年来这里，那么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地方要去的，所以呢，这地方呢，来一次呢，可能会相当一段时间就不会来了。啊，我们的话，那你要看。来，单位拍好，拍好的往前面这边过来啊，往前面走，一步走一步，有人要。还有那个什么新疆的地方，来拍好的嘛，来拍好的。新疆的。大家呢？我怎么会？至少。哦，那他打算他自己走，啊，那我们好像。哦，我看看。我潜水啊，还是跟着他们走好一点。继续看看。啊，这里很多玉石卖呀，不过我不是很会看这些玉石的真假，所以我也不去看了，我大概看一看。这些建筑物就行了，啊，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有，嗯，哎呦，这个又什么新盖的一个什么解放军那个地方，啊，可能是国军来的吧，以前的国军嘛。哦，长征的那个地方，我搞了一个英雄像在这里，英雄像，好，继续走。哦，总统兵马大元帅，博物馆了，这里里边是，今天没时间进去看了。博物馆，总统大元帅，这个唐朝是在大理这个地方存在的第一个国家，南诏国。南诏国呢，它是方圆都是相关的建筑。你看看这个建筑。会谈到的一个。这个部落呢是达到了，南边品尝一下啊，又是美食啊，我去买个那个椰子蛋，要不要带票去啊，快点刷的呀，要不要刷的今天没有什么多少人戴口罩了，恢复到以前啊那种景象了，啊，
三年疫情嘛，搞得大家都憋在家里嘛，现在今年开放了。啊城呢，可能是一些拜祭的城隍城，里面好像有个大佛了。哎，我们早都没进去，就不进去了。这个嘛，这个大理城隍城嘛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这是卖银的。啊，出太阳了。哇，这里听说这里的那个紫外线呢、啊，很厉害、啊。那旅游就是这样的，旅游跟着导游走，然后边走边逛看一看啊。就每个地方就不一样了。这里是云南大理，张家界那边也有一个古城，以前那个什么，拍了个电影，在那个什么地方，我也都记得了。边走边聊，闲聊就闲聊。嗯现在几点钟？哦，12:10了，也该吃饭了吧？哎，哪怕很多美食现在都不用吃了。如果你吃饱了，一会不用吃饭了，有这个饼，好有饼。好。又有个城门了，出城门了。啊，这个楼肯定是很长、很久远的了。啊，不会是新的吧？也许修缮过，就是说那个城这里啊，肯定是修改过一点。但是原貌还是这样的，原貌。所以我们这边新鲜水果，自然味道。第一大古都啊，18、12世纪的东南亚第一大古都。哦，我看一下这个，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字啊，8至12世纪东南亚第一大古都，大理、吴哥、顺化、曼谷等城市，是东南亚地区不同历史的时期的大古都。这边过来啊，好好好，这边。在这边等一下他们、在这边等一下大理城
熬过城墙城楼，764年啊，这个地方在汉代称这个什么业余？这个东南亚业余，其实它是1984年重建的。东亚文化西亚化的重点门户对象，重点门户的。是咱这边东亚的。大理这边文化西亚。我喜欢有这，我喜欢吃美食啊！我也有点口馋了，我想吃的。这里上面一家老板没有吃啊！我们还要品。